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豆豆啊，依然是今天的第二把搓炉石。刚刚用了一下猎人，那么这次用觉醒者好了。最近比较喜欢用这两个英雄来跟对手对路，因为豆豆反正好像还是比较喜欢，就是说攻击性强一点的。快一点出来呀，对手你在哪？哎呀，深深的卡金马呀！好啦，对手出来了。哎呦，我差点看成有爱的对手。为什么不是上面那个富有的新手？打败他，我是不是有钱可以拿？呵呵。这可是你自找的。感觉他们两个其实很像啊。自古红蓝粗 CP。啊！消灭一个敌方水宠。将敌方随从移回你对手的手牌闷棍啊，把这个放掉吧。哎，这个可以，这两张牌都还行。好了，那么我是先手，看抽一张什么牌出来。这肯定就是直接一来就冲锋啊，吧唧啵，冲锋了。好了，看他肯定是没有什么东西啊，除非他也是出一个野猪牌，但是我相信他没有，他并没有，呵呵。哎呀，我到底是嘲讽呢还是冲锋呢？选择很多，真的好多哦。那既然这样，我就冲锋好了，能打脸的时候绝不干其他的事，呵呵呵呵呵。好，收工了，收工了。还没带呀、啊？等一下，就等吧，等你。我家汪好像要翻天了，我他妈去关一下门。哎呦喂！咦？他干了什么？我的东西怎么就洗了呢？你大爷！哎呀，我家汪开始翻天了哟！啊，不过没有关系。准备作战。我这边装备吧，匕首。我们上。自己拍他，然后这个，好的。下一次再出什么就要好好看一下了。哎呀，汪你不要这样啊，太坏了。看来他要冻结受到任何该随从伤害的那什么。有这个我倒是不怎么怕他，但是他打我的话，这个是直接能给我敲掉，所以我要考虑一下。但是我出嘲讽牌的话也是打不掉的，我们上先打他的来再说。这边肯定是打他的，勇敢战斗，因为拆他没有必要。那么我这边应该还可以再坚持一轮。四点的话，这两个都可以出也无所谓。好嘞，这个出不出呢？你要我干啥？收工了。把这样丢出去恶心他一下，应该还是可以的。冻结受到任何该随从，反正我血量都不多，你随便你冻结。他可能也是看我野猪的血量其实并不多。嘲讽是，我靠！哎，什么鬼？他放了一个什么东西？会吞噬我！哎，你头蛋手，不是意义何在？打我三滴血和打他三滴血的意义在哪里？是吧？是友方随从获得+1/+1，这边是恢复生命值。他有一个嘲讽，倒是很烦。勇敢战斗！我其实这边打他一下也打不掉，我他妈要给他换两次才换得掉。使一个随从获得+1/+1的话，怎么办呢？这个吧。我的眼睛洞察一切。好的，那么跟他换一下。
两滴血打不死，打不死，打不死。我必须攻击那个具有嘲讽技能的随从。逗逼了自己，逗逼了勇敢战斗！啊，我这边两滴血，一点攻击。算了，等他来打我。啊，不行，这样太亏了。快点做决定。好的，他还有两滴血。勇敢战斗！换掉。哎，没换得掉吗？是。是能换掉了。我们上。收工了。好的。在最后的时候还是把他这个牌给他拆掉了，不然我觉得不拆掉太恶心了。反正我觉得他那个牌我必须得给他拆掉，不然我就觉得特别恶心，又是圣盾又是那什么的啊，你妈的啊。行了，这下他拆掉我一个牌了。凡人，我看一下，他是果断是各种去拆我牌，但他现在自己也没有那什么了呀。奥数还要抽两张。哎，我家汪真是好讨厌，一直叫救命啊。汪，你再这样我要打你哦。哎，没办法，他是大爷，他是大爷。哎，我们上，我们上呀。这个的话，嗯，这样吧，我看一下他会怎么弄。下面人血量都是一样的，看他出牌。哎，狂吠的汪，迷失的陆星鸟，酸性的早餐，哇西，摧毁对手的武器，我也是喝醉呢。我没有一张手牌便获得加一的生命值。这个，熊哲怎么能换掉？还死一个，这还有呢。嗯，打一个闷棍。啊，哎，但是我用了这个，我这一局不能再那什么了。啊，不行。这个已经用过了，算了，回退这次吧，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。我想，其实这一局的话，我还是没有多大胜算，因为虽然看着我血量比他多，但是他的牌其实比我多太多了，他这直接就是强上我的节奏，很有可能会被他给翻盘。哈哈哈。啊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哈，天助我也！消灭掉！把扳手递给我！把扳手递给我！我真的是喝醉了哟！我们上！只有打他两个，没有一张手牌便获得一点生命值。啊，没其他技能，算是这儿吧。逗逼啊，纯粹逗逼了。我觉得这个背景音啊，救命啊！你在开玩笑吧？感觉要被吊打了啊！感觉我要被吊打了，要被吊打了。战吼对自身造成4点伤害，靠，不划算啊！这是选择很多。我看一下，医生。Oh shit！ 对自身造点，但没有。我们必须净化太阳井。好的。那么这样子的话，看一下5%的几率攻击错误的敌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上。好的。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用
感觉我要跪了，你们敢信吗？我感觉我要死了。西宝，卡吉玛，还剩一下，完了完了，他直接用他的那个英雄技能，哎，再见了。哎呀，我可以怪我家汪吗？我真是日了狗了，妈。哎呀，我是个女孩子，我不能爆粗口，我要淡定一点。刚一把就被吊打了，哎，我的心情就跟这雨一样啊。好了，这一次豆豆无力翻盘被狗吊打的局就到这里给大家结束了，啊，不是什么被狗吊打。好了，那就这样，拜拜。